我是个本地人，来自一个小山村。每天我住田间，做工放牛喂猪。是咁，兄弟们，我跟你哋讲下我嘅经历。我是个喜欢睇山水、睇大自然嘅人。我曾经考虑嗰啲嘢系点来嘅，为咩有嗰啲嘢呢？睇镜嘅时候，我都谂我自己来住边啲。每日我思考嗰啲一切从边啲来嘅。从细我住农村长大，我跟其他农村细蚊仔一模一样。每日我帮我爸爸妈妈烧火煮饭，节日的时候我跟我爸爸妈妈一起拜祖宗。但是我不懂得为什么我们要拜祖宗。我爸爸妈妈拜的时候我也都是一样拜。我爸爸妈妈说，如果我们没拜他们会发生不好的事情，所以我拜了。照我来说，我们应该纪念祖宗，因为他们以前都是好人。同样我爸爸妈妈都是好人，所以我懂得应该尊敬他们。但为什么要崇拜他们呢？小的时候我经常问爸爸妈妈，我们为什么崇拜祖宗？但是他们没回答，他们总是弄我，小蚊仔问那么多做什么？我想过节的时候崇拜那些东西有什么意思？想想我认为没有一点意思。我长大之后有一天我妈妈生病了，好严重的，我不懂得几重住得几耐，所以每日每夜我都烧香拜佛，求他们快医好我妈妈的病。但是烧香什么结果都没有。我也去看天公天婆，但同样都没有什么结果。啊，我越来越害怕。哦，每晚我做噩梦，有鬼捉弄我。因为那些我心里好怕。有一天我碰到朋友叫自己那些事情，他说我以前也都是这样，但现在我懂得是为什么呢？他问我，你懂得神是什么吗？我说，我懂得是这位我们所说的落得细雨，给我们种得野食的神，但是除开那些以外，我什么都不懂呢。
我朋友就讲，如果你认识神，你就识得你从边啲来到边啲去。佢就开始教住我关于神嘅真实故事。最早没有咩嘅时候，神已经存在。神创造万物，没有咩比佢更伟大。佢先创造天使，系为了崇拜佢、赞美佢、服务佢。但是有一个天使名字叫撒旦，变成骄傲，不满于神赐俾佢嘅能力。佢鼓励其他天使崇拜佢自己，咁样一些天使变成邪恶，跟撒旦一样，神就冇高兴。因为神是完美，佢把撒旦同埋其他邪恶的天使全部赶出天堂。佢哋变成我哋叫做嘅鬼同埋恶灵。咁样天地是从点开始的呢？是神创造的。神使六日时间创造天地，第七日佢就休息了。佢创造山、创造水、植物同埋动物，嗰啲嘢全部是神创造的。后来呢，佢睇自己做的嘢全部都是好的。佢就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一个男人同埋一个女人。佢创造人类是为了崇拜佢，仲有管理同埋照顾大地。神就为了男人同埋女人创造一个园地，里头有水果。住园地里头有两棵果树，一棵能使人辨别善恶。神对男人同埋女人讲：冇食嗰棵树嘅果，如果你食，你就要死。嗰阵时，人类同埋神的关系仲系好好嘅。有一日，撒旦变成蛇嘅样子探佢哋。佢对佢哋讲：神探你哋嘅，因为佢识得如果你食咧，你哋就跟佢一样聪明，所以冇俾你哋食。男人同埋女人听了之后，佢哋就马上食嗰棵树上嘅果，食咧佢哋就系犯罪咧。因为神警告佢哋，从嗰日开始，人类必须死。咁样人类就变得非常嘅邪恶，跟神没有利好关系。因为神系完美，没有任何罪孽嘅。但系人犯过罪孽，神同埋人之间嘅关系就断裂，系一个非常大嘅分离。像两座山中间的山谷。那人类是怎样的呢？因为我们是被神创造的，我们有神的形象住我们心里，我们都想死了之后去跟神住一起。所以人用他住世上的时间尽量尝试做善良的事情，住庙里跪拜上供动物，以为咁样佢哋就会有能力接近神，但系冇管佢做乜嘢，佢都冇办法接近神。神同埋人像光同埋暗不能融合一样，挨分开咧。但系神爱人类，因为人系按照神嘅形象做嘅，神派佢嘅独生仔耶稣来世上，把人类从罪孽中拯救出来。只有咁样，我哋啱有希望，因为耶稣降世，俾我哋开通一条新路。耶稣通过挨钉死在十字架上，拯救我哋脱离罪孽。佢用自己嘅宝血洗净我哋嘅罪孽。死第三日之后，佢就复活啦。如果我哋相信耶稣，承认我们的罪孽，跟随耶稣，我们死的时候，我们就会上天堂跟神住一起。如果没相信耶稣，我们死的时候就挨落去跟邪灵住一起。住哪里呢？是神为了邪灵住的地方，名字叫地狱。所以如果我们没跟随耶稣，没相信神和耶稣，反而跟随邪灵
崇拜邪灵，我哋就落地狱嗰边一直痛苦受害。如果我哋跟随耶稣，我哋死嘅时候就会上天堂跟佢住一起。耶稣像人类嘅桥梁一样，像一个开通到神嘅路一样。如果我哋相信耶稣，我哋会上天堂，永远跟神住一起。听你嗰啲事，我马上识得为咩地球存在。要唱歌嘞，山歌声声伴酒唱，贵客越多心越暖，杯浓哎，好比春风过呀过山坡，杯呀浓哎。北农哎，庄稼情谊捧呀捧在手。听你嗰啲事以后，每次我睇山水、睇田地、睇天空，都比以前更美丽。因为现在我识得乜嘢系真理，所以现在我识得耶稣能够医好我妈妈嘅病。如果我妈妈相信耶稣，佢冇怕死，因为佢住天堂，有永远嘅生命。所以现在我冇怕晚上嘅黑暗，冇怕鬼，因为我识得耶稣已经胜过这一切。现在我冇再去庙里跪拜，亦冇再崇拜我嘅祖宗。如果我碰到乜嘢困难，会向神祷告。我心里就安静收到神的祝福，因为耶稣已经拯救我。现在我什么都没怕，我心里充满喜乐，所以我非常高兴，因为耶稣住我心里活着，耶稣驱走我心中的惧怕和邪恶，他赐给我新喜乐和满足的感觉。我现在识得嗰只真理是好的，是非常适合的。我心里感觉应该叫住大家，这样大家都会认识神，认识耶稣。我现在相信耶稣，亦经常同埋其他相信耶稣嘅人集会。我哋一起学习神的话，向神祷告，帮助别人。我希望我村里所有人都相信神，相信耶稣，会有喜乐同埋丰富嘅生命。嗰啲系我点样开始相信耶稣、跟随耶稣嘅经历。我妈妈现在亦非常相信耶稣，佢现在冇再怕死，因为佢识得佢死之后会上天堂。佢嘅心里充满了平安。所以如果你亦想心里有平安喜乐，就来相信耶稣，跟随耶稣。
你若口里承认耶稣为主，那你相信神使其从死里复活，就必得救。